林家谦七场处南红管苏，在临时加场兼台风马鞍袭赶之下，昨晚终于迎来真尾场。台下除了有许廷铿、蔡一杰、南奕邦、小肥等等的歌手入场睇数之外，家谦还在尾场加码，请了多位歌手好友站台做嘉宾。打头阵就有专程在加拿大足足用了48个钟才回到香港的皇马人士邓小巧，他们几经辛苦终于可以在红馆舞台重聚，两个都忍不住爆喊。我觉得有你的出现是很圆满，因为写了我觉得我最好的成绩都给了你，当然不少得撑足七晚，又索敏又盛的妈咪 Sir Winnie， 她今次就一身圆网丝袜俏 Miss Look 现身，兼大麻把长木间尺上台惩罚家谦，真是笑死朕啊！唱到一半再找老友泰森 Yoshi 帮拖，一夜公主抱起家谦，这些就是男人的浪漫咯。虽然家谦把口就好像很嫌弃 Sir Winnie， 但其实内心最感激的都是她。搞搞震那个咯。但是为什么你会邀请她呢？真的冇啊，即係請個女星嚟做一陣啫。咁啊，泰森之前甚至抱你嗰下。哎呀，我話唔好玩嘢噶啦，佢哋又要搞，係咯係啦，泰森都多謝佢啦。咁你點樣報答 Serenia 啊？佢係咪開咗兩張單俾你啊？其中一張6000萬嘅。係啊，後數。佢話諗住係咪以身相許你定係點啊？冇啊，新袋嘛，話以新嘅包包俾佢嘛 ，tote bag 一個。而原定8月24号台风场做嘉宾的陈磊，昨晚终于上到舞台和家谦一起合唱了。演唱会压轴登场嘉宾就是乐队 Rubber Band， 主音6号仲搞笑咁话，家谦同佢两位队友黎曼、阿静好鸡夹，因为大家都是处女座啊。因为除了你之外，我呢队乐队咧有两个处女座，一个是8月1号生日的阿静啱生日，一个是2个月之后生日嘅黎曼，所以加埋呢个林家谦咧就有成班处女座喺度。我好惊咧，好惊啊！我真系我唔知点面对跟住我哋嘅演唱。组女生组合咯。你呢個係處女係咪？呢個點啊 ？Virgo Band， 跟住叫處女時代，處女時代，個歌我都諗埋啊！叫咩？叫小氣寶啊！第一隻歌。其實為咗做好呢場 show， 家謙真係壓力山大。喺最後 encore 環節，佢都忍唔住喺台上爆喊啊！其實做呢個 show， 啲歌唔容易。除了很多外在的物件，我們要每日七之外，我覺得我要過的最大關能是自己，因為我只覺得大家喜歡我其實是僥倖，都是我，但我放開這個 show 呢，其實我真的不夠歌，但望住個 run down， 我覺得好沮喪，因為好似砌極都砌唔夠高，跟住就覺得自己唱方面又唔係好夠能力去唱，所以呢段時間我諗我有好幾次係想取消，even 喺兩星期開 show 之前，我都仲諗住取消。有一晚林夕打俾我。我自己練緊歌，又係佢練得好沮喪，覺得自己唱唔到，唔知點解佢打嚟，跟住就講咗一啲好好嘅説話，令到我更加再有力量去繼續，即係繼續再做呢件事，所以好多謝夕夜。今次演唱會終於順利結束，都可以話係處女座家謙今年最好嘅生日禮物啦。完數之後，佢都話要喪食雪糕，好好慶祝一下。
我冇啊，都係瘋狂食嘢咯，食雪糕啊，日日食雪條啊咁咯，就係咁咯。因為呢個數都我已經兩個月冇食啦。係咪練咗廿六寸腰啊？是啊，是不是都是腹肌？沒有腹肌，沒有腹肌，沒有腹肌。有麒麟臂，我看到你。沒有啊，陰影來的。祝家謙今年生日，食極不肥，越唱越有，保持26寸纖腰啦。